我们的大炮仗，可恶的中国人！不要紧，你看，他们这不是给我们送回来了吗？ 石晶，你他娘的说话不算话，叫我们来打擂，怎么不铺桥板呢？龙占海，你为什么带这么多人来？这些都是我请了做见证人的。今天的比试是大和班和花用班的巅峰对决，其他武官人等一律不得入内。你放屁！要是你赖账了，那怎么办呀？我们日本国大和班。 从来都是守信的。呸！妖乱公平是吧？让这帮当兵的滚出铺子，我就听见证人都离开。就剩你们大和班和华勇班两个班，单打独斗，怎么样？别跟他废话，你他娘的怂了是吧？这样，交出营文，省得他娘的费事。班主，他们是有备而来，来者不善，开火吧！不行。 这么多的人，如何杀得过？如果要是传扬出去的话，这会有损于我们大和班的名誉。把他们放进来，别忘了，我们还有机关，能把他们一网打尽，永绝后患。嘿，龙占海，欢迎你们故地重游啊！ 但是，请你们把所有的武器都卸下来，而且，所有的道具，包括车辆，一律不许入内。啊！这太过分了！不行，那我们这不是欺负人吗？死了也得拉个垫背的。没有道具，咋比赛啊？我们的比试，只是上刀山，用不着道具。那也行。 你们他妈的先把枪给放下啊！我们就不拿家伙。对，你们先把枪放下来。对不起，如果你们不答应我们的条件的话，那我就只好视作你们是弃权了。请回吧。这怎么办呢？怎么着？队长，太不讲了！他们拿着枪，怎么拿家伙？就不允许我们偷袭。他们拿枪。不要硬来，我懂。大家不要慌，就听他们的，到时候。 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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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去检查一下大篷车，一定要仔细，如果发现武器的话，就以此为由就地消灭他们。嘿，检查完毕之后把车开回来，然后迅速撤掉桥板。明白。大家不要慌，走！干什么？往那边去！来，队长，队长，我啊！弟弟，过去！弟弟，往那边去！
大家要注意，快点，四周都是鬼子的火力眼。走，过去。这刀开了刃，大伙儿当心点。这刀山上的刀要是不开刃，还算什么上刀山？我大河办与别人比试，一向比的都是真功夫。真的假的？一会儿见分晓。好啊。查过，车里没有武器。天不早了，开始吧。请。怎么个比法？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上刀山。银碗拿出来。那是咱们的银碗，劳各位爷瞅瞅，这银碗就是今儿个的赌注。我们要是赢了，银碗拿走；要是输了，这银碗永远归大河办。老少爷们们，今天就是豁出命，也得把银碗给夺回来。对，夺回来！师姐，把银碗放好喽，今儿个别耍赖。这个你放心。龙占海，你给我听着，比赛的规则很简单，那就是我们两方一方各出五个人，谁先夺到银碗就算谁赢。好，公平。占海，我先上。你没玩过这活，不行。我们现在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好，记住我跟你说的话，抓刀背儿，剑要平，宁可横着动，千万不要竖着往上跑。明白。我们四个护着你，你先上。放开他儿，把银碗抢回来。行。各位乡亲，叔叔婶婶，龙占海今天带着各路好汉回家了。今儿个回家不为别的，按照在中国杂耍行当的规矩，比赛论输赢，讲究的是过五招。仙人铺的华勇班和日本国的大河班先前已经过了四招，这第一招在保定国际园，大河班炸赢了。第二招还是在保定崇家货站，凤姑被捉，大河班又赢了。这第三招我们在东阳香水厂救回了欧阳教授，华勇班胜。第四招我们在火车上把你们日本专家高桥给接走了，华勇班又胜了。
是这样吧，师姐？好，今儿个，在咱自个儿家，华勇班和大河班又面对面，完成的是最后一招第五招，就是师姐说的上刀山。我们请诸位做个见证。好，这没得说。 我今天就倚老卖老，给你们大伙儿做个评判，行吗，师兄？要不你也派个见证人？我们大河班没你们那么繁琐，开始吧。 比赛开始！呀！呀！住手！跟着他！哎！呀！小杨，小心！ 大岛先生，大和班和华永班刀山对决，是千载难逢的事情，我想去观摩一下，不知。违反不测，请战争阁下穿上。不，为什么？如果能够消灭他们，为什么穿防火服？如果不能消灭他们，那又何必穿它？ 机枪！
张营长，你没事吧？。报告营长，仙人铺开始进攻了。好，目标老虎口方向，开炮！解了虎口，报告将军，这边受到八路军的猛烈攻击。张海，咱们得想办法弄几把刀啊！刀，刘奎，你怎么样？扛得住吗？扛得住。走，走，同志们，给我上！冲啊！同志们，掩护阿三，把枪法堵上！一连长到，你们连坚守老虎口，直到我们安全撤离。是。二连长到，你们连带上欧阳教授和高桥专家，跟我支援仙人铺。是。哼，说咱俩是孩子，不让去仙人铺，咱偏去。咋说咱也是八路军战士，好歹也得杀几个鬼子让他们瞧瞧。哼，咱俩要是把石井杀了，那可就立了大功了，到时候杨司令还给咱们戴大红花。你说是不是，大耳朵？大家摸着步，快！队长，你们去突击室，我们留在这儿。好，武工队，跟我走。同志们，撤回去！刘奎，大师兄，大，
子，你往哪儿跑？大师兄，你没事吧？大师兄，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谁家那王八蛋，打不过老子，跟老子玩上那个毒针。你中毒针了？啊，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大师兄，傻丫头，第二根毒针已经攻心了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挺住，大师兄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傻丫头，师兄要走了。你要把花勇班传下去。大师兄，你是班主，你得把花勇班传下去啊，大师兄。我对不起师父，等我见到师父，他又该罚我了。大师兄，你是天底下最好的大师兄。告诉姓王那小子，让他好好待。大师兄，同志们，出发！把这个地方给我炸了，让众人知道天师西王的真面目。足以报仇。是。给我斩了他！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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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Yeah!
通通去死吧！在这救助铁头，快！其他人跟我追！追！追！走！追！抓住！石井涛，石井涛，怎么了？大师兄，大师兄他走了。不管是你跑到哪儿，我都要抓到他。我要亲手杀了他，替大师兄报仇。师姐，他跑不了，他跑不了。我一定会亲手宰了他，一定会的。带我去见见大师兄。石井，你还真是个懦夫，别着急死。还记得这桥板吗？在这仙人铺的桥板上，我们把你当做中国杂耍界的朋友欢迎进仙人铺。我们当你是朋友，你灭我们九族，你三番两次的耍诈，今儿个能不能像个爷们儿一样，真真正正的比一场，就赌咱俩的命？张翰，你不能再跟他比了，他总是耍诈，你不能再相信他。同志们，开枪，杀了他！爷，同志们，住手！住手！我要亲手宰了他，给仙人铺的父老乡亲们报仇。好，龙战海，你可别后悔，今天我就要让你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。
放心的走吧。大师兄，石晶死了。师兄，等你见到了安天，你跟他说，咱没给华勇班丢脸，这银碗咱正大光明的给他争回来了。这银碗你拿好了，说您放心的走好，下辈子俺还要做仙人铺的人。
先生铺的人全没了，就剩咱俩了。张阿哥，不哭，咱不哭。往后我给你生好多好多的孩子。仙人铺的人死不绝。